首先呢，打入鸡蛋、黑胡椒粉，打散混合，平底锅炒美式炒蛋。备用。卷饼中间抹上吐拿鱼美式炒蛋，左右侧向内折，下侧折至中间，继续折至最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放在平底锅上小火煎，两侧都煎至金黄色，就可以上桌摆盘啦。快点学起来吧！